信仰不改变，以天为地，生死之间，开启我全新的不灭。千几千万年，当黑暗洪荒决裂，莫言邪念，时光的幻灭，愤怒席卷黑地的执念，当奇迹揭开封印，光明再现，听希望破晓的瞬间，指引我向前，抛开这命运，离开混沌，打开未知的悬念，看拯救的世界升起在黑夜，等待陌生离开原的那一天，信仰不改变，以天为地，生死之间，开启我全新的不灭，理想的对联，生命的决战之巅，守护着激烈心头热血信念。不知道是在哪一天，犹如混沌般浑浊的记忆突然变得清晰起来。一道刺眼的光芒撕裂了禁锢我的黑暗，一张无邪的脸庞出现在我的面前。啊，是个女孩子。那一天是我生命的第二次开始。还记得吗？那种感觉，为守护心爱之人而落泪，为坚持自己的信念去抗争，这样真实活着的感觉，还记得吗？最耀眼多就可以了。知道了，知道了。二，准备。今天的观众也是热情高涨呢，不提前偷偷离开会场的话，又和去年一样赶不上极乐城的圣诞派对了。下流！下！什么人啊？趴在地上鬼鬼祟祟的。嘘，不要出声。学生会要突击检查学生风纪，有没有带违禁品入场啊？这是橡皮圈吗？你不就是在舞台上表演的夏玲吗？你怎么在这儿？啊，我的眼睛啊，好疼啊，疼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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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些更劲爆的画面了，不然我挤不出去啊。吹起干旱，满月之中城市醒来，别怕世界不似无奈。哇，千辛万苦终于爬出来了。将军，这个小妞就是我们在找的人。将军，哼，四处寻你找不到，现在自己送上门来了吗？啊？怎么会？怎么连保安大叔也？你这几天让我们好找啊！哼。是保安大叔呀，不好意思打扰了，学生会风纪委员查收违禁物品，两位继续，拜拜。保安大叔，这是刚刚抓到的可疑人士吗？看保安大叔的手紧紧抓着不放，莫不是抓到了什么小偷之类的？跟我说说呀。不关你的事儿，最好别管。演唱会谢幕。怎么突然停电了？快下山！人呢？去哪了？将军，怎么办？嘘，不要出声。不要怕，我会保护你的。色狼吗？歹徒吗？他们为什么要抓你呢？跟我说说呀。这衣服质量真是糟透了。我好像在哪里见过你。将军，找到了，停车楼后边。哼，躲到这里面去了。干坏我的好事，去死吧。不要怕，我会保护你的。妈妈没有教过你们和女孩子相处要温柔吗？小的们，给我上！Oh!
死了！你把他们都杀了！你到底是谁？可爱的校园偶像啊！